大家好，今天呢我找到一个新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那一种临时工嘛，你看我这个装备，这个抽油烟机的那个安装那个抽油烟机的那个这怎么说那个管嘛，我想不到国内其实也有很多人他在干这种临时工，大概这样子能赚个一两百块钱吧，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就无意中发了个广告在那个人人网上面，然后呢就有人找我弄了。诶，我觉得以前就是在美国那边干装修学的这些手艺可能在这里还能用得上，蛮有意思的。想不到大家那个动手能力哈也都那个怎么说呢不咋地，所以说我们这些比较喜欢动手的人呢可能就有优势了。然后呢我现在就是出来买了这些材料，诶，材料还不是我包，还有蛮好的，就是东家出嘛，你把那个收据给他就行了。现在就赶去就给他装一下，轻轻松松两百块钱到手了，还不错啊。这条路说实话是挺忙的，工业区，然后呢车蛮多的。好了，继续，这里要开挺远的，我单手路就不安全了，我就先赶路了。